讲恰工恰念有个充电，就会爱去吓到你。哦，是。他面前就会加点就敲嘞。所以你的面前加。我们做，我们做，因为啊，我有个刻苦耐劳的精神。熬姜出吃。我们做一般人去东南走都以前不服苦行你。精神啦，真的啦，因为像人咧喊的蛮耐吼，去做客，蛮耐去做家。恰工强言其实咩按的个工作类型啦，蛮耐吼一枪吼啊，去来监工个。蛮耐说东西，蛮耐说东西，不过蛮耐其实吼又说得懂准呀。啊，不过人家错讲，我做一个恰工强言，还有一个充电嘛，就会心态。唔系人家做投入嘅类型啊，所以点都系一种心态。我 open your mind， 接受任何嘅挑战，接受任何嘅任务，乜嘅做落去吃亏啦。接受阿英生做唔得上到170公分呢？唔过咧，也咪有好处哦，就有条条路嘅专门就需要安尼上到爱多。你做跟英公啊？哎，冇错，跟英公做冇安泰，还是冷静的。有你做得咧？我话之后讲，恰讲强硬嘅系一种心态。系啦，哎，做得接受任何嘅挑战啊！太搞爱恰工就会以为写啦事，哎冇，抱歉。从最开始哈，当初沙夫一个他想买东西，哦，钱啦，古早下去捡片，吼，来存钱啊。不过佮佮佮样子讲到吼，来当初投入一开始恰工咧，系差唔多抢在反间咧，从头摆做演员，后来做编剧。做拖延，其實雖然講喺同一隻環境，不過專業冇強用啊。我後來唔加講不同領域啊，後來就做鼠標嘅，也就真嘅係完全冇真嘅。係啊，也就算恰多方嘅咧。而且你喺做保姆嘅人，竟然係用啱嗰只神風去做媽媽，啊你冇冇算恰工恰年？因為全部都係照顧你。係啊，啊你應該算減些，減減些，唔知佢有中意咋？哦，个图片给你的，孙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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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了。不过你要先考到保姆执照，你可能就算你爱转业。哎呀，保姆执照，转业跟妈妈。哎，转业跟妈妈，转业终身不是，转业终身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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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平常时间啱啱一个条路，系转业终身年就超嘞。这样，这样天生的转业。我講一下，我有一隻朋友，佢從細就非常嘅喜歡音樂啊，做個鋼琴啊，又好，還有唔咩嗌嗌唔會鋼琴，喺古家嚟啊，鋼琴，還有個來機械嘅呀，對吧？全部佢都喜歡喜歡音樂啊，你，嗰個但係家父卡全部家出，全部都係去銀行私家，嗰個家父卡爸爸媽媽就希望佢咩去銀行上班，唔好佢真係咩厲害啦，就要靠到銀行啊，就要上班，但係佢係有音樂嘅願望啊，叫佢上班咧，佢就去教嘅洗手面嘅，嗰種賣師。是诶，注意咩啊？只要顺条啊，注意弹天字琴啊，又讲去机械咧。嗰个叫讲讲半价百价咩地道？我娘班咧，佢就当钱，就先无强用嘅烟丝去接床诶。比如讲，我见苗栗人就接台北咧，又系接新竹嘅，就当做啊。你学音乐接四手面最大嘅好处系乜嘢嘛？就现场唔好有人讲你盘都唔好。哦，因为当当啊，系啦，太假咗，胶纸真嘅，真嘅，因为有可能。因为盘他是讲卡上会叫。跟你补充一只故事，挨咩？还有一只朋友，穷要咩洗手米诶，讲到洗手米咩？讲真嘅，佢仲要丢年数啊！佢讲哎，仲唔爱佢皮皮匠讲系盘喇叭好诶，你唔爱唔使，你就丢六三年，你拿天天拿做，拿得难做诶。然后你讲，你系滥竽充数嘅。因为一开始系自由工作，再去恰工抢眼嘅时间。系真劲懂建筑，佢讲系黑赚嘢冇乜嘅事情做，系就真劲冇乜，真劲懂想，所以冇钱用噶啥。唔过一下咧，我已经研究咧 SOP， 就系讲一年唔系有四季咩？第一季其实大家都啲嘅病了，咩冇乜嘅安咧，啊头摆嘢就会懂建筑。唔过一下知道啊，因为大家当年系真熟嘅，系天魔系就会第三季，天一季到第三季天魔系真劲多魔，因为天四季差唔多会结案，差唔多会结案咧。天四季行做的，做的小区嘅病了咧。冇错，古说咧太刺激，系讲唔系恰工厂嘅心爱太了，心态爱好啊。系，第一季就是出去了冇相关，系因为有你嘅 SOP， 我系讲四年当研究出来，古说系敬重嘅东东嘅。哎，因为以前讲，因为车工这件事最难的事情是，因为本身所以
平時東東英一下社會度係存下多錢嘛，不過咧一下跟你講嘅車公司，佢選嘅講嘅打造自家嘅品牌，所以因為本單要自家本單要自家嘅社好做，愛做個問題，從嘅錢嘅問題，呢樣係發展於自家嘅興趣興趣嘛。不過你一下去東東英是從挑戰。跟您講嘅，東東也是為到存錢啊，冇成誒兩嘅時間，咁嘅時間嘛做，只要做到萬嘅時間都做唔好。變到冇所以講咧，當現成嘅總經理，自家嘅錢存個當好嘅，啊，佢嘅因為啱啱要多嘅時間，做得去發展佢自家嘅興趣，冇成啲好嘅東西。啊，下來就變成誒難外張另外一種領域的專有者，或者專業領域者。對，兩種應該咁樣最好嘅。從兩下要東東嘅名聲，佢都是從底下做嘅跳路啊，咁就佢很有开店啊，开凉水店啊，系啊，介种，佢咪做个动好啊，系又动又动到帮撑撑嘅。要想我车工吼，要老外头白一开始嘅原因，高不以三将，怎么车工咧？就是因为啊，你看下物价。一种听听哇，一千嘅人朋友，有六个 sell 朋友。几米哈？变破个人的嘛？咩？要下判掉的吗？冇啊！咩？让他钱变破个呀？他把一千元哈，我都在看那的哈，这十几张页啦。好，让他一千元哈，差不多两年就唔拉的嘛。真劲！叔叔进来。好啦，唔拉都得体啦，冇用的得体。我来讲真劲的，因为钱唔拉用啦。你看哦，有的一般在上班啦，我学生意啦，我用会学哦。系冇，做咩三村真真嘅兴趣教奶生奶啊，好冇？兴趣啊，养他生意的啦，通幼儿园啦，冇通幼儿园不要抢保姆嘛。你在上班族，你抢你在上班族，系冇？你养他薪水去搭本嘅保姆，你就冇啦。嗯，故说吼，养他车工系不高不以三种，味道爱存钱，味道爱存钱，爸爸嘅心上，爸爸嘅心上，先给他本，给我们新手爸妈再一点鼓励。鼓励，其实生意都出色了，还算新手爸爸吗？其他的广东朋友，新手爸妈，好不好？我讲啊，希望啊，国强一只，强完一只，国强一只，国强一只，你边样都好强诶！好了，阿美伦来讲，很因为讲多日嘅时代，做乜嘢睇假做建工，你要车工，要建工来做。其实啊，梯点咩从建之后，留个阿小凤。没有，唔要强一只，系冇人，但可能强唔出来。啊，伊咪共通，好冇啦。像之前有位老豆讲，哦，车工车人可能会有财富嘅自由，不过也冇听错，也懂难讲。听一点就会心灵嘅自由，爱做心灵嘅自由就会，你做选择是家想会做乜嘅，唔想会做乜嘅，做起家做一个事情。第三点就会时间嘅自由，嘿，不过你因为你你做起家去安排时间，还要安排想会做嘅事情，这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咧。有段时间，时间自由某天就会真正的自由。哎呦，你看结三量系冇，冇个意思。因为有段时间你就会去加课嘛，食堂课解释这种。因为你还真经某事。冇，因为你去加安排时间嘛，故说呢有段时间某天从你变成讲，因为你冇固定去上班，但是无论冇个时间。你都对做条路，我们就是行动办公室，你对冇？嘿，故说爱做车工强人，最难就会因为安尼太自由嘞。故说安尼会想讲，我要买去管理好自家的时间，限高低时间度做好自家接的事情。其实讲到挑战很多，刚唔管系时间自由，还是信念自由，还是钱财自由，全部有一只动粗的原因，是你两下倒台顶，你两下底家底做乜嘅，你两下为所系乜嘅，你乃系动清楚。你俩下做嘅事情，然后你未来一个目标，还有你本单嘅套路做嘅动好动稳定，你是做得找你嘅兴趣去发展你好嘅东西。电动你是做得诶去车工动动你好嘅，啊做起来你嘅心里面会动快乐，你咪做嘅动好。不过咧，你一下停动，你是会到存钱，会到存钱，盲目的去做斜杠。唔係為到自己嘅興趣，是為到存錢。啊，做嘢要做嘅，要做嘅，因為咁樣，咁做得存下多嘅錢，電多，你是冇時間嘅時間。就唔快樂。你咪冇快樂，冇快樂，你嘅心靈啊，就心態就不健康。係。所以，啱講車工呢個事情，頭先講嘅最好嘅是心靈會健康。那你養到事情做嘅動好，冇事你出嚟變到嘅千彩嘅農彩。有獎，猜獎鼓，有獎。